给我们这些立法委员，我们民选出来立法委员，给他们一个压力，希望他们支持反对新建核四这样的一个提案。所以在最近立法院又要针对这个核四的提案，又要继续来进行一个攻防。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大家团结起来，为了台湾人民的心声，为了台湾人民的未来，我们一起努力建立一个真正的非核家园。它不会是个口号，它是可以执行的，它是可以落实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立法院还有所有的人民，大家一起努力，往我们非核家园一起努力。也希望在最近我们这个鸟笼公投的部分，希望我们在立法院能强力的把关，强力的挡他的法案通过。所以在这边也要拜托所有的民众，我们一起要求我们自己民选出来立法委员来支持我们反对核四新建这样的诉求。也感谢大家。